行了行了，我又不是胳膊腿的病，你这又揉肩又捶腿的干什么呀？哎呀，还是家里好啊。现在知道家好了，这以前在家里哪坐得住啊？这家呀，对你就像个旅馆一样。哎呀，你说的对呀，这么多年，哎呀，也没好好打量这个家呀。扶起来。啊，医生说让你静养，你就这么躺着了？啊！哎呀，我在我自己家还不能走走吗？嗯，你行。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行，自己来。哎呦，时间过得是真快啊！看看这沙发，这还是魏州结婚的时候，咱们跟他一块儿买的。可是，哎呀，时间不得了啊！你爱看电视啊？以后让老雍给你买个大的，好。哎呀，能看就行了。哎呀，现在高清都有了。毫毛都能看得见上面，能看就行，不买。这电视2008年春节买的，是吧？当时你批准我买回来看奥运，是吧？可不是吗？嗯。平时看你忙得顾不上家，嗯。原来这家都在心里呢。嗯。哎呀，人老了是真奇怪啊。以前都不在意的事儿了，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哎呀，来吧，来吧。嗯嗯。我这一病啊，让全家围着我转，不适应了。有孩子这么照顾你，不好吗？好什么呀？没自由。管教了，你看看，哎呀，吃什么喝什么，这得听建州的；吃个药什么的，这得听小丽的。老幺更不得了了，是全权指挥，哪有自由啊？哎呀，孩子们过去的感受，你总算知道了。我真的老了吗？不老，你是一头老牦牛。你呀，喂喂，老杨，阿妈，你马上下楼啊，去接一下你阿爸。我猜他呀，一会儿就去旅游局了。什么意思？哎呀，他不让我陪他，他说要自己随便走一走。我偷偷的跟着他呀，他先去了政协，又去了州政府，还有人事局。我想他这是在跟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告别呢。你阿爸在旅游局工作的时间最长，他肯定会去。见到你阿爸呀，你和乐乐跟他说点开心的事儿，让他高兴高兴。嗯，阿妈，我明白了啊。嗯，安哥，你阿爸就在。哟，阿爸，哎呦，您怎么来了？来看看你呗。哎呀，啊，欢迎欢迎，不用扶。谁呀？嗯。我就要扶，哟，多倔强啊！跟你一样啊。上去。嗯。啊，没有没有。嗯嗯。哎。啊，进来吧。哎呀，多好啊！嗯，那个环境，啊，坐啊。嗯。嗯。
爹，我给你倒水啊。谢谢。老杨啊，九寨沟地震过来一年了，什么时候开园呢？现在工程的进度来看，秋天就应该重新开园了。太好了。还有阿爸，我们现在呢，不仅考虑要把游客请进来，还希望可以做到把阿坝州给推出去。哎，乐乐，对了，你做的云上阿坝的这个项目，跟你爷爷说一下呗。哦，爷爷，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呀，推进的非常顺利，1.0版本已经成型了，但是呢，还是后台有一些小问题、小 bug 需要去修复。说点什么呀？爷爷一句都不懂。哎呀，老了，什么都跟不上趟了。过去嘛，你要把这些工作上的事儿呢，爷爷啊，还能凭着自己的那点工作经验给他指点指点。现在你们95后啊，说的这些东西，什么网络呀、电脑，对爷爷来说那就是天书，你瞧不通了。爷爷老了，阿爸，现在咱们阿坝州呢，最缺的就是精通电脑的年轻人。哎，阿爸，我说的对不对？乐乐，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们将来打算去北京发展。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已经在研究着怎么去注册那个小微企业了。那是下一步的事儿。当务之急，你应该把云上阿坝 APP 项目给做好了。乐乐，你可别忘了啊，你的实习鉴定我还没帮你签呢。小爸，你就放心吧，我肯定把咱这个项目做完我再走，行吗？走不走你还得要听你爷爷的意见吧。你可别忘了啊，你是我们阿坝州培养的人才啊。哎呀，你们说的什么爷爷都不懂。所以啊，不要问我这个老头子了，你们俩愿意怎么商量怎么商量吧。我不管了。那可不行啊，您是咱们一家之长，乐乐又特别愿意听你的，你就给他一点建议吧。你是局长啊，主意还得你来定。阿爸，我不聊工作吧，您总问，我好不容易求你给我一点建议，又甩手掌柜。哎，爷爷。阿爸。没事吧？哎呀，老杨，爸爸老了，爸爸也是太累了。老杨啊，将来家里外头大事小事，哎呀，都得靠你一个人做决定了。哎呦，今天天还真是不错。有时间吗？陪爸爸到苏墨河边转转去呗。老姚，你还记不记得回咱们阿坝州工作多少年了？哎呀，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真的不记得，应该有十几年了吧。你看，02年你毕业，02年的9月8号呢，你呢正式入职了阿坝州的旅游局呀。现在是2018年，整整16年。16年了，时间可真快啊，一晃就过去。可是阿爸，我怎么感觉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了？爸爸问你，你恨爸爸吗？您说呢？
你小子，说你一点不恨，那就是孙子了。但是如果当时按照你的能力啊，去了北上广，到今天呢，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高管。就算是到了国外，你呀，也一定混得不差，也不会在这儿受这么多磨难的事。 那当然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很自信吗？不过阿爸，嗯，我还真的要谢谢您，当年坚持把我留在阿爸这个工作，让我这16年啊过得很充实，过了一把瘾。过了一把瘾？你看现在的人们啊，总是爱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是阿爸。 我认为人的一生啊，不是长跑，也不是短跑，所以起点和终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旅行的过程。所以我回到阿坝这个工作啊，让我真正经历了一段精彩绝伦的人生旅程，其他地方是无法经历的。嘿嘿，对你现在的工作。 满意吗？阿爸，如果您在几年前问我，我肯定会说满意。但是今天您问我，我不满意。越到后面，越是发现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这就对了。不管做什么事情。 就是像在第一次修路，南岸，这是第一个基站。看看，这是你到九寨沟检查工作的时候拍下的工作照，我赵州电视台的人偷偷拿来的。 震灾区救灾现场，这是牧民定居点的新闻报道，这是对你的采访。爸爸，这些你都记得，一直关注着。傻孩子，其实这么多年。 阿爸一直都以你为荣啊，阿爸，对不起，很多年我都一直跟你对着干，我以为你是看不上我的。 不管我做什么，付出多少，您都是不满意。我早就说过，您是最棒的。你呀，你比爸爸当年做得好多了，很出色。哎呀，累了，走吧。 回去了，累了。嗯，哎呦，修不修啊？阿爸，嗯。
我背你。你背我？行。哎呦，哎呦。我想起小时候，您娶我的时候。哎呀，你小的时候嘛，就是喜欢我举着你呀、啊。每次我下班一回家，你就抱着我，非让我举你呀、啊，把你举得高高的。时间多快啊！现在你都成了旅游局局长了。你长大了，可是爸爸老了。累了吗？嗯，爸爸，我不累。不累，哪能不累呢？哎，把我放下来吧，歇会儿吧。看那个雕像雕的多好啊！这是藏式的拔河，叫鸭家，这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爸爸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很要强的，从来也不认输啊。老姚啊，在咱们这个家里，你是最像爸爸的。你看看，那马尔康变化也不小啊。这里面呢，有你的努力呀、啊，啊！哎呦，你看看他，哎呀，哎呦，来吧，我看看你叫什么？哎呀，真好啊！哎。丧事一定要从简，绝不能给组织和老百姓添麻烦。今天是我们全家跟他做最后告别的时刻。阿玛有个请求，大家不要哭，哭了，你阿爸在去那边的路上就会淋雨。阿爸，您生前的时候有什么事都想着别人，您管了我们三四十年，阿玛我们会照顾好的，您放心吧。阿爸，你怎么就走了呢？我还没来得及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我现在过得很好，
阿爸，谢谢。阿爸，你一路走好。我已经长大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跟你阿爸告别吧。一直想走了以后呢，能跟他在诺尔盖的爷爷、大伯还有父亲埋在一起，我们来满足他的愿望。我会像你一样，心里装着阿爸粥，就是多万藏羌回汉百姓穷尽一生的心血，为他们服务，让未来的阿爸粥更加美丽富足。姚爸，这可是我最后一回给你调试了啊。姚妈，你给我评评理，你说我干这个云上阿爸的项目是不是都一年了？我这姚爸到现在都不给我签那个毕业实习鉴定，他是不是诚心的不想让我毕业呀？我这不是为了工作精益求精吗？那你说我现在这个版本有问题吗？你觉得呢？你要妈说行，那就行。来，哎，对了，这些设备呢，我都可以全部留给你们。我看中的是你们的才华，你自己想想吧，这种机会北京可是没有啊。姚爸，您这个洗脑呢，我觉得特别的明显。哎，北京是首都啊，中关村那些人才、那些设备肯定更先进，那根本。
本没有可比性的，要吧？再说了，我去了首都啊，学习到的新的知识、新的技能，那肯定成长得更快呀，对不对嘛，幺妈？成长得更快，那阿坝州的机会也不少啊。乐乐，你自己想一想啊，你在阿坝州创业，那不光是给自己创业，也是为我们阿坝州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你怎么就看不上呢？怎么不会换位思考呢？怎么没有大局观呢？啊？知道了。走了，杨妈，走吧。啊。你看，这么不情愿的样子。既然之前已经跟乐乐说好了的，你又何必再强留呢？只会闹得不愉快。他现在是忘记了阿坝州是自己的家乡，总想着往北京跑。想爸了，很想问问他的意见。乐乐的事儿，我本来是不愿意强留乐乐的，但是你看这帮人毕业以后都往北上广跑，我是有点不甘心的。乐乐还只是要去北京，那他要是想去读完研究生再带着女朋友一起出国深造，你是不是要比阿爸当年还抓狂啊？我有吗？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你现在这鸡翅白脸的样子跟阿爸当年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行了，别琢磨了，早点睡觉。行，睡吧。要爸，我这实习鉴定您签了？签了，优秀。不是，您今天什么情况啊？心情好啊？不满意是吧？那拿回来。哎，别别。哎，那您是不打算把我留在阿坝州了？行了，乐乐，这个要走要留，你自己做决定。到北京以后学到东西，如果你愿意回来，要爸是随时欢迎你啊。好。小爸，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但是您不用担心什么地域问题。我虽然人不在阿坝州，但是我依然可以通过五 G， 通过网络为阿坝州效力。现在可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嘛，说对不对？这话才差不多嘛。行了，我送你吧。好。乐乐，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步入社会。所以你必须要给我记住，以后不管到哪儿，要学会吃苦，明白吗？知道了，姚爸。这个新的构想我全部都存在这 U 盘上了，你没事就多研究一下。这个你早就准备好了？必须的。但是呢，这上面还有很多地方不完善，我后期肯定会在后台持续更新的，你就放心吧。啊，姚爸，走了。等一下，按时吃饭，别总熬夜。知道了，姚爸。走远了。当年不懂阿爸的心情，现在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都来不及了。我想这就是人生的遗憾吧。那你也别忘了，你现在肩头上可是背负着很多重要的任务的，做好这些事情也可以弥补阿爸的那些遗憾。老婆说的对，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九寨沟景区开园推介会。Thank you.
各位来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九寨沟景区重新开园迎客的好日子。借此机会，我要跟各位隆重介绍我们阿坝州全域旅游的特色定位。我们阿坝州啊，地广人稀，资源非常充足，生态环境优良。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阿坝州将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20年的努力，到今天基本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域旅游的新格局。通俗的讲，就是阿坝州步步是风景，处处可旅游，时时可旅游。具体而言呢，我们形成了四纵一横的交通枢纽，在全域旅游的环线上，旅游景点星罗棋布，有九寨黄龙打鼓冰川、毕棚沟、木格梁子枪寨、西索藏寨、红原月牙湾、若尔盖印马湖、红色旅游线等著名景点。欢迎世界各地和国内的朋友们来阿坝州旅游。阿嫂，妮娜妈妈，你能来我太开心了。小时候都是这样的。妈妈大姐，您祝寿还能邀请我来，真的是太谢谢了。你是妮娜的妈妈，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当然要请你了。谢谢，谢谢大姐。我们家的大喜事啊，都要回来办。就这个老幺啊，他结婚还没有办婚礼，这是最大的遗憾。对不起，小夏了啊。没关系的，大舅，我们这婚礼什么时候补都可以。我今天还在想，要不然，以后我跟耀州的每个结婚纪念日都来西索，您看怎么样？好太好了，太好了。妈妈，哎，别着急，反正客人都到齐了，那菜一会儿都凉了，要不然咱先开席吧。那怎么行啊，老幺还没来呢，再等等啊，再等等。行，听你的。行，妈，要不我下去迎迎他。哎，去吧，爸爸来了，让爸爸给你喂。哎呀，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嗨，张浪金子，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我们一直在等你呢，张浪金。我去年已经摘掉贫困户的帽子了，我家的民宿今年重新改造过了，特别漂亮。我希望你啊，一定到我家里面来坐一坐。好，扎西德勒。哎呦，您客气，感谢啊。哎，老婆。哎，你可算来了，快点，阿妈等着你开席。好。阿妈，来了。看看，给四叔回来了。他就等你了，辛苦去。哎呀，陈姐，植物大嫂，哎，来了。小静，阿妈来晚了。哎呦，老幺，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给你买了一点营养品。好好好，你看还买东西了。妈，这几天在我阿妈的生日，好开心。好，您坐。哎，哎呀，阿妈，等一会儿，桑吉来视频啊。哎呦，桑吉。哎呀，桑吉扎心的嘞，听说你又当爸爸了。对呀，给乡村又要有妹妹了。哎，杨干部。祝阿妈生日快乐！我阿妈在这儿，你跟她说。阿妈，阿妈扎爹嘞！阿妈，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桑杰，你怎么不来呀？本来我也要来马尔康给你过生日的，可是现在呢，我在这边当我们挖麦乡的副乡长了，就天天工作忙得一塌糊涂。
我现在才真的体会到我的兄弟和以前赵干部在这里扶贫是多么的不容易呀。好好好，阿妈知道了。哎，好了，兄弟，阿妈会理解你的。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很上进，我为你高兴啊。现在我们这边张家的那个家家户的生意都特别好，我们瓦麦乡已经一个贫困户都没有了，我阿妈的那个风湿病也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还买了一辆面包车，夏天的时候去操场特别方便呀。哦哟，现在的日子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呀。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好，跟桑姐说再见。再见，注意身体啊。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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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好，坐下吧。哎呀，阿妈，老八叔，老八叔，老八叔，杨老学，哎，祝你阿妈生日快乐呀。谢谢阿妈，老八叔要祝你生日快乐。哎呀，别着急，老八大哥，我马大妹子，今天是你生日，生日快乐！好好，谢谢谢谢。这我们江寨过去的苦日子，你是知道的。现在过上好日子了，奔上了小康，这都是杨大学领着我们干出来的。老八大哥，您别这么说，这都是老幺应该做的。嘿嘿，这就叫啊，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大学跟老领导一模一样，这心里啊都装着老百姓，是替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的人。谢谢老八大哥，谢谢您的夸奖啊。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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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阿妈，今天是您生日，您怎么哭了？阿妈想起18年前你三姐结婚的时候了。那时候呢，有很多的百姓拿着扎酒，都是来感谢你阿爸的。今天呢，来给阿妈祝贺生日的人都是感谢你的。阿妈真的是高兴啊。你阿爸要是知道你现在那么受百姓的欢迎，他在天上也一定会很开心。妈，曾经我以为我会在国外发展，这样会发展特别好，没想到我却留在了阿坝州，扎根在阿坝州。所以阿妈您放心，阿爸没做完的事儿我会继续做，而且我会做好的。阿妈相信你。好了，阿妈，今天是您的生日，咱就不聊这个不开心的话题，好不好？我提个建议啊，今天是我们阿妈的生日，绝对不能谈工作，我们只祝阿妈生日快乐，好不好？好，好，来来来，阿妈，阿妈，阿妈，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扎西哥哥。那这样吧，你呢，带个头，跟阿妈说一件跟工作没关系的好事儿，来说。好。那我给阿妈讲一个。哎呀，阿妈，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呢。把你难住了吧？我就知道你心里啊只有工作，那就是没别的，跟你阿爸呀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阿妈，那要不这样，我代替耀州跟您说一件跟工作没关系的事儿。这件事您听了肯定高兴。来说说看。明年开春，耀州就要当爸爸了。哇，好啊。我们家耀州明年开春要当爸爸了。真的，太好了！好事好事，今天是双喜临门。来来来，你再跟老幺喝一个。喝一个，奶奶，真是双喜临门。咱们人到齐了吧？拍个全家福呗。好啊，来来来来，嘿嘿嘿，我的姨妈过生日，怎么能少了我呀？哈里哈里，不光是我，哎，我的阿妈也来了。哈里，姐姐，妹妹。
哎呀，哈利，生日快乐！辛苦了。你好，姐姐，你怎么来了？妹妹，我要给你个惊喜啊！姐姐，生日快乐！啊，小雪，姐姐，谢谢。叶兄，太高兴了。我带你来一份，把这本画册做好，让外国人知道红军的故事和阿巴州的美景。阿莲，谢谢。老周，我们照全家福吧，我们正要照全家福呢，你们俩来的太是时候了。是的，来来来，来了，来了，你们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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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来来，大家咱们紧凑一点嘛，紧凑点，紧凑点，好。然后我现在喊一二三，然后准备好就扎西得嘞啊。一二三，扎西得嘞。